常常讲内修外行，内修就是爱顾好咱这良心，把心的起心动念嘛，爱真注意啊。外面咱的身行为义啊，咱爱好好照顾。所以这是内外内修外行，内修都爱下功夫啊。外行呢，就是咱内心有修得好，自然就显在形象里，开窍洞穴，举步洞穴，顾好咱的心的动念啊，这叫做修心修心。学佛就是会当学到佛同款啊，万德庄严，具足慈悲智慧。有德行的人，那无有慈悲智慧，谈什么德行呢？所以慈悲智慧从内心起啊，德行呢，那就是咱平常待人接物等等啊所做的行动表达出来，这叫做德啊。所以万德庄严啊，都是爱修行的对了吼。咱爱时时内心敬仰着法啊，心在法中，行在法中，咱唔通离开迄个法。有一个时阵，佛陀啊，在迄个吉果陀园，向着伊个弟子伫咧讲法的时，那佛陀提起了一个比喻啦，伊爱所有的弟子好好培养慈悲心。阿修罗向色体梵音挑战，但是色体梵音伊已经受佛戒，也也受敬重佛陀的教法啦。虽然阿修罗断不断来挑战。色体梵音认为唔通去伤到其他，所以伊就哪走哪退，欲闪避阿修罗。命兵向后退呢，看到一丛树，真大丛。这是平时色体梵音啊，常常出来边啊看。所以，知影已经有鸟啊。在那裡在做秀啊，按照那個時辰啊，這鳥在這裡孵卵，應該呢，
内底的鸟仔囝将得要出壳的时咯。那是伫这个所在惊动，这个鸟鸟兽呐落落来的时，鸟的命就休咯。哦，不可，实体反应马上来讲，回头吧。妹夫讲，阿修罗也阁是伫正面呐。色体反应啊，就讲你看，这丛树有鸟啊，底下伫咧做巢啊。迄、那个巢的内底呢有卵啊，咱的车，那搁再往前行去呢，鸟会受惊，巢会落落来，损害性命，千万不可不可。世尊如是说啦。就是爱尊重众生的性命，我宁可呢用我的身躯回头呢来对付阿修罗，还是坚持回头啦。阿修罗啊！看到色体反应啊，是安怎忽然间呢人马崩溃？阿修罗呢惊到啦，是毋是色体反应啊？诈术？如果回到当下这个的世人呢，会真大啦。所以阿修罗嘛惊到啊，赶紧的往后啊，闪兵离开啦。佛陀呢就甲这比丘讲：你看，色体梵音啊，他就有这个慈悲心嘛，自然呢解开了一番的恶难。见树消失啦，甚至呢，迄丛树的鸟命也得救啦。色体梵音是天主啊，都会当为着故修慈悲，替让阿修罗，何况咱大家人，伫咧修行者呢，慈悲智慧。都爱兼顾啊，平时呢，都是爱保护众生的性命。这些佛陀的极高道观向伊的弟子所讲的法，佛陀呢为着教育众生，开发慈悲，甚至呢开启智慧，无不都是。用譬如言辞种种方便来教育，也应机报告，应时代，应人类，应种种生活方式，安尼呢来施教法哦。所以佛陀时时啦。不论什么款的时代，在什么款的人种，什么款的心性中都有，不只是人类哦，佛陀啊，本性经历啊，也是有啊，在六道的内底呢，不管是天啊、天道、人道啊，或者是呢三恶道中。地界五鬼畜生，佛陀呢，同款啊，也捌安尼出现伫迄个所在，
用种种无所分别的力量来说话啦，这要安怎来教育众生？就亲像佛陀在向弟子讲法的时候，大家人爱慈悲哦，爱尊重生命。要安怎慈悲尊重生命？修行者呢，敢有啥物机会好去慈悲？安怎样尊重生命？那佛陀就指出了色体梵音啊，尊重法啊，修法，伊都会晓讲，要去听受教啊，安尼的性命，亲像这叫做譬如佛陀伫这个所在讲话，譬如过去的色体梵音，让大家人更加了解，慈悲心就是安尼，所以啊。这个道理必定要有事来显理嘛。总共一句佛法啦，就是要让咱真透彻了解，了解了后呢，咱来真实受用哦，才有法度呢成就世间一切的善事。所以真多法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要好好时时都。用心吧。